不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哈哈哈哈！你要猜是什么口味，而且一样要计分哦。有那种混在一起的哎、欸，越接近越好啊。反正我们就自己判断你有没有猜对。先来一个简单的好了，你先要 BB 宝哦。焦糖脆饼莱姆酒 ，BB 宝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哦，清凉的夏天就是要冰淇淋啊，好好吃哦，老婆。哦，这个企划就是自肥。我先跟你说，有两个口味。嗯，开盒过来吧。好吃吗？你是不是偷偷亲人家啊？我先猜一个口味好了，榛果吗？不是，巧克力。我跟你说，只能猜三次哦，第三次如果还没猜对半个的话，要扣一分。巧克力没有，太妃糖有点近，但不是。哇，你猜了三个，你猜了三个啊！我知道了，焦糖，焦糖对了一个了。好，再一个，猜超过三次嘞。焦糖，那你现在扣0.5分。焦糖啦，对，但你刚刚猜了三次，你第四个才猜焦糖嘛，所以你就要扣0.5。你现在要先扣0.5分，为什么还要先扣？那不然就一直猜猜100个钟就会对啦。不用啊，我就多猜一个，你就给我0.5分啊，一半这样子。好啊，你等一下再猜对另外一个，你还是只有0.5分。那如果我再猜对另外一个，我们就一分吗？啊，0.6分了。你好奇怪，你每次都不知道要怎么玩。我把好吃的分给你。是你喜欢的东西，焦糖玛奇朵，焦糖香草。嗯，是你们不觉得它有一个浑厚的味道吗？浑厚甘醇的味道，什么东西会有甘醇的感觉？咖啡。我再给你多喝几口。No no 啦，不是咖啡啦，焦糖牛奶。对了吗？你不要那么乱伸舌头，很恶心哎！猜不出来就算了啦。那就0.5。莱姆酒。你连酒都没有吃得出来啊，那酒味一点都没有酒。我觉得很浓哎。怎么融化成这样？不知道哎。哦，要自己吃才有。你不能吃太多，因为我喜欢这个口味。所以我只有0.5分。它融化了啦。那我们要迅速。就你在那边猜不出来，烂得要死。我这样有漂亮吗？有。一点不漂亮，我一摸就觉得我头发很乱。有啦，漂亮啦。你都骗我！那你快点 BB 宝，我是漂亮的女生。红豆、绿豆、大红豆，叉叉叉叉叉，要加什么料？很贵，野果35块。嘿，我唱的歌好听吗？好听，妈妈一直想吃它。他自己也有狗狗冰淇淋。吃到这个豆豆就很简单的，老婆，你再喂我吃一点。稍微一动，你刚刚想作弊，你刚刚只给我一点点，可是有那一颗小果仁，我就猜对了，对不对？对了答，快点，你不要给我吃，那是我最喜欢的口味耶。又是你最喜欢，夏威夷果是我最喜欢的、啊，搞得好像有接叶配一样。哈根达斯可以找我叶配吗？我们先把它开过，然后冰啊。你把它吃完了，你怎么可以自己吃完？你去冰。不行，狗狗在我身上很难跑。好呀，满满满满在这。